看，我有件事跟你说，你别生气啊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拿你的照片相亲去。什么？相亲？我有那么漂亮吗？你别打岔，他说他要来台里登一下播。那你自己去。你帮个忙呀。这怎么帮啊？要不主播不见你脸，见你只能这样。哎呀。我求求你了，帮我见一下嘛，两顿火锅。走。这么丑的五顿。行行行，成交成交，五顿就五顿。那我总得换个衣服吧。嗯，怎么怎么？一会儿你就跟他随便聊两句，然后给你打电话，你接接跑路就行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说了一百遍了，你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。我这边看，快去快去，我现在了，走了，拜拜。你好。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还不进口红来了？我骗你的，我叫潘小荣，我是主持人啊。啊？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赶紧给他打电话。谢谢，照片我都不P的。骚扰电话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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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潘小荣，他